其实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有过一个孩子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孩子没了。算来算去，应该是我欠他的。我刚拿到诊断书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我该怎么办，告不告诉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只是想找个人倾诉一下。 这件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，我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。不是伊登，你不能这么快就放弃，现在医学很发达，说不定还有挽救的机会呢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去国外啊。 不要再劝我了，我哪儿都不想去。我只想你安安静静的陪我在这里坐一会儿。长安，李一旦，你真行啊你啊！我问你干什么去了，死活不说，跑这儿会老劫人来了。要不被我发现这绿帽子给我戴到什么时候啊？ 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，你别那么激动，事情不是那样的。不是那样的，你当我瞎吗？前一秒钟你还搂着我老婆呢。长安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亮亮，长安，我们回家去说。回家干嘛去？咱仨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。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，我们回家去说啊！走。现在知道丢人现眼了，你早干嘛了啊？你说什么？ 他是你老婆，你怎么这么跟他说话呢？我怎么对他？关你屁事儿啊！你给我滚！说什么？说你呢！说你呢！别打了！你这个第三者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长安，我回家说。干嘛呀？咱们回家说。海亮，你给我等着！走了，走。 吕一丹，你有完没完了？走，回家，走，走了。